金牌。午安，欢迎收看坂田战法。十二月的上旬，那指数压抑在这个地方，区间并不大。到了十二月十五号的凌晨，那美国股市将公布升息的，美国联准会将公布升息的动作。我认为接下来哦，波段的行情呢会比较明确，那行情比较明朗，在于所谓利空进出之后，我个人认为台北股市的波段行情会展开。那各位，这个阶段就看您选股的功力。我想这是我昨天给大家的标题，告诉大家说看2408南亚科的启示录，告诉你降低档数布局，开始布局长线的股票。这是过去在南亚科刚开始涨的第一天，好，在第一天的时候，不管是 MACD 翻正或是所谓的月线翻正黄金交叉，我们告诉你，我们带领的投资朋友做买进动作，日期、时间、分钟、秒数，41块2，前两天涨到47块8，当天在这，11月23号，位置在这41到41.2，11月23号位置在这，涨到47.8。如果有任何虚伪造假，我们说过悬赏5000万啊，这地方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都公开讲。我说看看南亚科的启示录，看看十二月的主轴行情在这个地方有没有。接下来我说十二月份我们给各位选的行情，选的股票一定是在外资做账、基金做账、法人做账、公司做账。昨天正式的，在前几天其实开始推出了底部起涨的股票哈。导播照一下这个地方，这个叫月线，这叫月线，高点已经过高，低点不再过低，三角收敛即将突破，长线利多。那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次买进，啊，日期、时间、分钟、秒数，特别会员、尊荣会员。日期、时间、分钟、秒数，普通会员9:48、9:04第二次的买进。我说过这档股票我会买2到3次，今天在应声大涨，好，今天在应声大涨，我没有预设任何立场。我跟你讲的非常清楚，在十二月的操作过程当中，我讲的非常清楚哈。就指数来讲，真的空间不大，是看各位怎么去选股。最近常常有人会跟你讲说啊，这个地方哦，因为量不大，找一些轻薄短小的股票。各位，我讲的非常清楚，外资不会去做那种小的股票，这种长线题材大量的股票、法人的股票，它会走波段的。我一直跟你讲，十二月中旬以前操作不一样，那是上升轨道区间应对。十二月下旬以后都是要找波段式的股票，而十二月的选股我讲过了，你可以找寻所谓的在这个阶段当中，你可以找寻所谓外资要做账的行情的股票，你也可以找寻基金要做账行情的股票，你也可以找寻法人要做账行情股票。但是法人呢，一定要着重在投信身上，自营商不要。因为他们非常短线，或是找寻公司集团做账行情的股票。各位，我讲的非常清楚，我再讲一遍，我昨天跟你讲的非常清楚，继南亚科之后底部反转月线，这是日线，南亚科日线底部反转之后，当时41到41.2，好，公开的跟你讲，这是11月23号，如果有任何一个虚伪造假，悬赏5000万。那继南亚科之后，这是我们今天第二次布局买的股票，好，我讲得非常清楚，第二次出手布局买的股票，好，那月线已经三角收敛，开始出现过高的动作，那这是复制南亚科的模式。我讲过它是外资跟投信联合做账的股票，我过去跟你讲过非常清楚，但是我先声明，今天第二次买进，第二次买进我们还没有买到，只有第一次带各位，那时候来的人全部都一定买到，我们一定会让所有的人像南亚科一样，在当时起涨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让所有的人像当时起涨的时候，11月23号当时起涨的时候一定让你买到。我们说过了，这档股票我们会带各位做2到3次的布局，2到3次，我介绍的时候股价在这，现在已经慢慢上来了哈。我说过路遥知马力，那日久见人心，
我跟各位讲过，家财万贯都不如一技在身，所选的股票全部符合这三个定律。选股的纪律就是找寻基期低的，找寻有题材的，找寻财报佳的。而在十一月当时的第一档股票南亚科的时候，我曾经讲过非常清楚，它是投信做账的股票。那这档股票我再讲一遍非常清楚，它是外资跟投信联合做账股票，目前的月线已经开始三角收敛，已经先突破上个月的高，已经开始出现多方转折底部起涨的讯号。各位，如果你认同我的观念，在十二月的操作当中，你愿意把资金往这种有题材的、有基期低的、有题材的、财报佳的，往这些股票身上走的时候，我说过了，你在这个地方往基期低的、有题材的、财报佳的，往这些股票身上走的时候，你会成为最大的赢家。这是我们再一次呼吁所有的投资朋友，这档股票我跟各位报告过，我说过它是继南亚科之后长线波段的股票，在所谓技术形态上出现了月线转折黄金交叉。十二月的作战股选股有五个条件，第一个，它要作战股为主轴的，这个是外资跟投信作战的啊，我都把它想出来啊。第二个，它是营收成长的，它营收是成长的。第三个，它的题材跟产业是成长的，它明年将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题材叫 i8 啊，这个题材是常见的。然后第四个，它的基期我说过是要找底部起涨的。最后轮动与节奏，现在开始轮动到它。那因此在这个阶段我讲过了，我没有预设任何立场哦。如果你想成为赢家哦，你必须跟着我的脚步。各位，台北股市哦，上一次哦，在这个地方指数哦跌500点的时候，我记得我在这个地方哦跟大家讲说，那时候跌500点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说，当时台北股市在9372高点的时候，很多人都跟你讲这个地方看多，我说大盘一定是要拉回，而且我拿出了这个证据告诉你说，十一月份先蹲后跳，先会拉回。那时候没有人相信。当台北股市从9372一路跌到9080的时候，各位记不记得我在这边带各位买的第一档股票有没有？当时在这个地方，指数后来跌了520点，它从36块涨到40块，然后买进的价位在这。好，然后第二档股票指数跌了520点的时候，我开始各位带各位买什么股票？在这反弹过程，我带各位买所谓的嘉士达，有没有？价位在这。好，指数跌520点哦，我带各位买富邦金，好，价位在这。各位看一下，价位在这。好，当时我带各位买什么股票？我带各位买这档股票叫南亚科，记不记得？当时买的价位在哪里？价位在这，有没有？41.2块。如果有任何虚伪造假，我们悬赏5000万。然后当时一半的人买到这个，只有特惠买到，普惠没拿上去卖了。我跟你介绍这档股票80块多，今天一直在往上走。然后呢，现在的台北股市，各位从月线上，这是月线告诉你，它短线高点来到压力区。每一次在压力区的时候，我都提醒过你，那是换股最好的机会。当前两天台北股市再大涨，冲上所谓8430点的时候，我有没有跟你讲一样的话？我说不管从月线这个地方看到上升轨道的压力，或是所谓日线来到上升轨道的压力，这个时候持股太多人又是你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各位，我讲过了哦，其实哦，每一年哦，十二月基本上都是一个作战行情，那政府也会考量到过年哦，让大家好过年。你可以去统计，不管国民党跟民进党执政，其实过去以来都看到一个现象，十二月都是涨的。那只是告诉你要怎么去赚钱。来，2408的南亚科，11月23号，时间分钟秒数买进的价位，当时公开的告诉你，这种底部反转法人做账的股票，你一定要提前卡位，涨到47.8块，有没有公开的跟你验证？在这个月原先标题都一直跟你讲，只要拉到8000、9400以上，就选择站在调节的卖方，降低档数，然后换股操作。到昨天开始，应该昨天还前天开始正式告诉你，从这个地方怎么样？从看南亚科的经验，2408看南亚科的启示告诉你，这个地方提前布局，这个地方提前布局，然后呢，你会看到波段的胜利。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告诉你，这档股票即将再起，从月线上已经透露了开始
转强的动作，已经开始透露了。长线题材伴随着将近有至少8到9个月，然后呢是外资跟投信联合做账的股票，今天是做第二次买进的动作。我讲过非常清楚，我做任何事情呢，我一定把证据先拿给你看。过去不管在前一波9372，大家一路看多杀下来，一路看空，我们做的每一档股票从来没让各位赔过钱。我敢跟各位讲，过去我们在操作记录上100趟100档的动作，大概有97趟98趟赚钱。我也不会跟你讲说，因为100趟有97、98趟赚钱，就告诉你哇，起瓦后谈呢，没掐没储瓦后练呢。我不会跟你讲这话，我会告诉你，每一笔钱都赚得辛辛苦苦。大家有这个认识啊，在股票市场上会赢钱的人，就是那种资讯发达的人，或是那种能够掌握正确的观念，或是有坚强的基本功的人。如果你在12月想要成为赢家，记住我的话，盘市的重点会集中在做账的股票身上。12月15号凌晨之前，台北股市不会有太大亮丽的表现。12月15号凌晨过后，美国升息，利多整个出利空整个出尽。我讲过非常清楚哦，就是做账行情的开始。面临到今年的过年，想要给自己稍微宽松一点，赚个年终奖金。2408的南亚科的启示告诉你，底部起涨的股票绝对绝对不要错过。今天开始进入我们第二阶段的一个布局的动作。那我说过了，大涨不会带你买，拉回会让你从底部开始进场。想要做这个动作人，想要掌握赚钱资讯人，想要做选股换股重新布局人，今天我们的电话专线全面开放，欢迎打电话进来，想办法把这赚钱资讯带在身边。时间关系，我们先进段广告，下个阶段回到现场我们再聊。存款保险，老公，我们存款的银行有参加存款保险吗？有，最高保额为新台币300万元，包含新台币、外币存款及利息哦。300万，就是可以买这么多个甜甜圈。那要缴多少保费啊？存款人不用缴保费啦，都买有银行在缴。您好棒哦！12月做账行情看涨。这一次您绝对不能再错过，凡是现在加入坂田战法的会员投资朋友们，我们将赠送您坂田战法全套教材，另外加赠线上的技术教学课程，当月趋势形成的掌握，经济面、基本面、心理面、消息面，以及道氏理论、 K 线战法、艾略特普朗理论。报名咨询专线0800-299-888，0800-299-888。你有没有发现你的颈部越来越紧，越来越不舒服，导致颈部疼痛僵硬、肩背酸麻、失眠、头痛？现在只要躺在颈架松舒椎器，利用自然仰头松解原理，套上专属的头部固定带，再以手动充气微调，让颈椎自然提高，往后恢复颈椎间距，舒缓神经压力，让软组织得以松解，体积轻巧，不占空间，携带方便，随时可用，请您赶快来电。投资获利双指标，固德投顾，您信赖的好伙伴。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固德投顾用心照顾您的财富，期货股票双证照，期股双赢一把照。固德投顾就是 good。 02-2579-1155 2579-1155。哎，奶酪妹 QQ， 红豆哥香香 QQ， 香香香香配 QQ， 爱之味奶酪红豆，香 Q much much， 甜蜜的邂逅，爱之味奶酪红豆，爱之味。投资获利双指标，固德投顾，您信赖的好伙伴。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固德投顾用心照顾您的财富，期货股票双证照，期股双赢一把照。固德投顾就是 good。 02-2579-1155 2579-1155。是什么让它这么水水嫩嫩的？
万丹红红豆水，浓浓红豆味，水当当好气色，让爱随时靠近。万丹红红豆水 ，I can 投资获利双指标，固德投顾，您信赖的好伙伴。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固德投顾用心照顾您的财富，期货股票双证照，期股双赢一把照。固德投顾就是 good。零二二五七九一一五五，二五七九一一五五。法务部调查局关心您，内外网络要分离，重要文书禁影印，不开启可疑邮件，不点选陌生网站，不下载不明软体，重视电脑安全，严防骇客入侵。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欢迎再度回到板娘战马的现场。要想把股市学好，这是板娘战马的首篇，它专门讲一些技术分析个股的一个 K 线指标的符号所代表的意义，把它完全学会。这是板娘战马的转折，利用板娘战法的多空转折来找股票，哪些股票是翻多的。就像我刚刚跟各位讲，2408南亚科，它在月线上、日线上、长线来讲，它是多头起跑。那我跟你介绍另外一档底部起涨、外资投信法人作战股票，也是这种所谓多头行情当中的多头起跑。那第三个呢，叫做所谓的道氏理论，还有艾略特胖理论、费波南西系数，各种的技术指标，各位，它将是你哦，在股票市场里面，除了学会吃鱼之外，会吃鱼之外，一定要学会钓鱼。家财万贯都不如一技在身，记住我讲的话，家财万贯都不如一技在身。这是台北股市，我们在上个月跟大家讲的，我说买call的看多者最多聚集在9400，告诉你上个月的压力在9400，买put的看空者最多聚集在8900，因此。结论告诉你，十一月的中旬到十二月中旬，指数会在8900点到9400之间的震荡。好，这是我上个月跟大家讲的。我们来看一看，最低点是8879，最低点十一月中旬8879，最高点8430，有没有最高点9430？好，有没有跟你讲的8879、9430？有没有跟你讲完全命中？这个月的结构不太一样，这个月结构是往上提升。为什么说往上提升？从月选择权，这是月选择权来看哈，各位看到买点已经提升到9000到9200了，买点已经提升到9000到9200了，卖点呢已经放高到9400到9600了，所以压力在9400到9600，支撑在9000到9200，这是12月选择权的月选择权告诉你的哈。那周选择权更清楚了，他跟你讲说什么？9200是叫做拉回的买方区域，9450是告诉你叫做卖出的区域。但是接下来你可能要清楚一点，就是说，基本上哦，接下来你可能要有一个认识，就是指数哦，可能指数放两旁，股票放中间，重股票轻指数可能更为重要。特别是有一些底部起涨股票，像过去2408的南亚科弄底部起涨的股票，法人作战股票，像我今天开始跟你介绍，开始第二段第二波的攻击的股票，开始逢低布局股票，都是这种。那你如果从选择权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这个月大概低点都往上挪了，过去在8900，现在在9000、9200，过去在这个8000、9400，现在到9400、9600，这样的格局你一定要有。再从月线的角度来看，好，月线角度来看，它是沿着上升轨道，105年3月8840，105年9月9303，105年1月的9399，这样一路的上升轨道。然后低点是从104年8月的7203，105年1月的7627，105年5月的7999，这一路的怎么样？开始慢慢的上升轨道往上提，但是短线上这地方哦，会有一个压力会拉回。因此在这个地方，不管是月线不管是日线，它都告诉你这个地方是给过去乱七八糟做股票的人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各位，我常常每一次哦，在高点的时候就告诉你应该做这动作，可是你往往看哦，
很多的散户的看法是这样子哦，每一次来到高点就看多，哇，就一路看大涨，然后一拉回来的时候到低点，哇，马上就开始翻空了。很多散户都是这样。在一个自然的趋势法则的情况之下，技术面东西要强，我常跟各位讲，那个是非常非常重要事，你一定要把握这个观念。为什么这两天会拉回？如果你仔细去看 KD 跟 MACD 的技术指标，你可以看到很清楚， KD 短线上进入了所谓80以上的过热区，然后呢 KD 呢在指数过高之际， KD 呢指标背离位过高， MACD 呢动能没有出现过高，所以这个地方会出现拉回，它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但是你千万不要说这个地方拉回就开始形成说开始看空头的看法哈。过去我们曾经看到，在前一波在10月26号9372点那附近，所有市场媒体、新闻杂志、老师全部都跟你讲看好，只有我跟你讲大盘拉回。当跌了520点，所有的人包括散户全面放空，我跟你说这地方一定要积极做多。然后到了最近，我也跟你讲，其实12月份哦，其实如果从过去哦90%上涨几率统计学来看，其实指数空间你不要寄望太大。你应该把重点放在选股身上，这是过去10年来哦，台股12月哦连9胜，你会发觉哦，真正哦，你看8000到9000的时候，那个单月都可以涨到600多点，可是，在9000以上，它只有一次，就是在2014年，可是涨幅只有1.3%，只有120点，有没有看到？所以12月份涨幅并不是很大，它反而是在所谓的8000到9000点，看这8000到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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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涨幅它都是比较大的。因此，从投资从所谓统计学的角度来看，我前阵就说过了，11月留了这么长一个下影线，就代表12月会出现那种突然下杀、突然下杀机会。但是我有说过哦，下杀过程要站在买方哦，上涨过程站在卖方哦，不要上涨看多，下跌看空哦。过去我们一直跟所有的投资朋友做一个所谓的清楚的交代哦。那明年呢，大盘主轴哦，新闻焦点会放在 I8 的身上。各位你要记住我跟你讲这句话，明年会放在 I8 的身上，而 I8 的产业在明年所谓的价量、所谓的现行技术面能呈现多头不变的情况之下，你要去找寻那种上升轨道、趋势往上的股票。特别是在这边，我不断的重复，告诉大家一个观念，什么观念？就是你要去找寻这种像2408南亚科这种所谓经过了一段长时间的整理，然后呢，技术面呢在这边刚刚开始翻多，就像11月23号时间、分钟、秒数、日期，告诉你低档买进的，有没有一个波段就起来？就像前两天我们要复制所谓的一个。这个所谓的2408南亚科，从月线角度来看，这个地方已经出现第一个翻多过高的讯号，因此在这底部进场的时候，我们说过会至少布局2到3次，就像过去南亚科在低档布局的时候，一定让每一个人最后新进会员的人都能够在41.2块感到买进的动作，而每一位投资朋友在接下来底部起涨的股票，这一档股票一定会让您握有，但是请你一定要把握机会，跟着我们的脚步。十二月的行情在12月15号之前，还是属于一个压缩震荡的阶段。到了12月15号的凌晨，礼拜四的凌晨，美国当正式宣布升息的时候，整个不确定的变数，整个利空就会在这边市场进出了。那个时候，我想一定是回归到基本面，而个股的走势跟产业的基本面。你要如何的拿捏，如何的变化，是不是要选择像南亚科过去这种在底部起涨的时候提前去时间、日期、时间、分钟、秒数提前去布局的人，你才会成为最大赢家。那诚挚的邀请你，外资做账，投信联合做账，今年十二月主轴的股票，那恳请各位在这个地方走康庄大道，走大开大门，走大路，这些法人的股票，这些底部起涨的股票，这些产业反转的股票，将是您在未来，不管是您的财富重新翻倍，或者不管是您想搭上富贵列车，这些的股票都是您最好的选择。认同我们的观念，想要跟着我们一起走的人，想要在这边提前布局卡位的人，我再强调一遍哈，2408南亚科的启示，
现在指数到了高档震荡，压力很重，换股操作是最好的机会，把过去的恶习，买了一大堆股票随便买胡乱买，而财报不注重的，产业题材不注重的，都借着这一次的南亚科的题材，在这个地方的日期时间分钟秒数买进价位，股价的上涨从底部进场，即将跟着我们成为现阶段最大的赢家。认同我们的观念的人，想要跟着我们从事专业操作人，甚至在这个阶段只要跟着我们操作人，反田战法这三本教材要免费的送给你，同时在每一天的下午跟每个月我们上课的时候，请你吃鱼之后学会钓鱼，家财万贯不如一技在身，想要跟着做专业操作人，节目中广告咨询专线今天全面开放，欢迎打电话进来加入我们行列。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就跟你说啊，发票要用科技化的管理啊，我告诉你什么叫科技化的管理，从105年1月1号起，水费、电费、瓦斯费、电话费都可以开发票，这些单据上面都会有超科技的条码哦。我中奖了，我的，你都没说的。12月作战行情看涨，这一次您绝对不能再错过，凡是现在加入坂田战法的会员投资朋友们，我们将赠送您坂田战法全套教材，另外加赠线上的技术教学课程，当月趋势形成的掌握，经济面、基本面、心理面、消息面，以及道氏理论、K 线战法、艾略特波浪理论。报名咨询专线0800-299-888，0800-299-888。家庭主妇手艺要好 ，HCG 厨房五宝一样都不能少，超强火力又节能。大火炒菜味道好，油烟一点都跑不掉。猪脚唔给阿扣扣扫哦，碗盘洗好 ，My Spa 杀菌除臭卫生好。给阿猪鬼羹，奶奶去洗辛苦放轻松。早咖无 HCG， 行行拢熟悉，厨房无宝。HCG 投资获利双指标，固德投顾，您信赖的好伙伴。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固德投顾用心照顾您的财富，期货股票双证照，期股双赢一把照，固德投顾就是 good。 02-2579-1155 2579-1155。切巧柠檬茶，哦哦哦，那那那引爆你的畅快，雀巢柠檬茶，投资获利双指标，固德投顾，您信赖的好伙伴。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固德投顾用心照顾您的财富，期货股票双证照，期股双赢一把照，固德投顾就是 good。 02-2579-1155 2579-1155。夏恩英语100%外师授课，英语听说读写 No problem， 夏恩让孩子与世界更接近，全国分校招生中。投资获利双指标，固德投顾您信赖的好伙伴。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